空白的感觉。对，好像我唱完的感觉。真的是我们已经唱完吗？再喝一口水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真的脑袋空白了。我们等一下接下来要干嘛？我们回家吗？回家吗？对啊，那我们走了。刚才我喝水忘了。大家要自己准备水啊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因为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姚莎啦，让他讲些话嘛。对，然后他就是好的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一起，这次你们来支持我们真的很开心，所以我们在这边，对啊，先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然后有这个机会的。啊，就是为了有这个交给我，这个怕交给我。那个呢，我们要好好的谢谢我们公司红酱多利安，然后还有跟我们一起合办的 Lexi，还有呢国飞音响，还有一诺飞，还有特别特别的感谢就是 Denzel 的老师，还有所有人。我们的 Jordano， Jordano，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御茶园，真的要感谢他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还有要感谢我们今天的 Ben， 哇，吉他爸爸，哦，我们的 Bass 手莎莎。鼓掌理解，耶！哦，还有我们的 band leader Pico， 耶！这个也是，还有我们的和音。妆法、凯杰、小文、沙鸡，那还有我们的老板贝贝哥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经纪人 Elsa、Linda， 真的谢谢他们，还有小林经纪人，对，多谢谢工作人员，还有你。